过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家蛋糕 pound cake 已经好了 ，Dora， 耶！我们做三个啊，三不同的口味，对，不同口味啊哈，对我们太好了。我们试试看，第一呢，第一个是 blueberry， blueberry， that looks nice。第二呢是柠檬，烫哦，柠檬放那个柠檬的 zest， 啊哈，然后切一些柠檬的皮，我放上头比较好看一点，好美。香蕉，很烫就是，要小心一点。小心哦。香蕉，哦，好吗 ？Banana， so good。拿出来都很方便。嗯。All you have to do is on the sides， 对不对？上旁边周围稍微画一下。画一下，然后呢？啊，这样子就松了，方便。Right for 那个berries。抹小蓝莓嘛，主要就是这样子，放一个那个糖霜吗？那个 powder sugar 啊，糖霜，糖霜是吧？对呀。然后呢，你去试吧。这样轻轻的撒，轻轻，对吧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有一点甜甜的。这个柠檬呢，最重要是这样子 ，OK？ 你要拿一个那个like a stick， 啊哈，好不好？跟小棍子，小棍子，然后你放很多度啊？为什么？我就告诉你，你们有特别的那个有秘密吗 ？Exactly， 所以我就拿那个柠檬汁哦，所以你要让它的柠檬味更浓。对，那柠檬汁。我看你这样挤，我口水一直流。柠檬汁特别好吃哦。哎，这个挤柠檬的方法也该学，就直接拿了个叉子，就放个叉，你不用什么挤柠檬的机器什么的，这么转一下，可以这么转一下就可以了。口水真的一直流。对，要加糖。糖也是这种 powder 的嘛啊，对 powder sugar， 所以你搞一个好像有点黏黏的那个 consistency， 看起来有点稠稠的。对，这个还太湿了，太湿了。对，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是种非常好吃的。所以你刚刚戳动，就要让它这个汁跑进去啊 ，exactly。这样子慢慢吃 ，OK， 差不多准备好了。这个是香蕉的，香蕉的，好香哦。好，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啊？呀，可以。哎，真的还烫的，有点烫。好吃哦。好不好吃？还有妈妈的味道。这新鲜刚烤出来的嘛。超好吃。这个呢，就是像中国人喜欢吃的海绵蛋糕。跟那比较不一样，它这个稍微结实一点，更有弹性，更有嚼劲，但是呢，还是觉得很扎实，我觉得好好吃，好吃，哦 ，so good。那这个柠檬的话，你 guess 你有客人的话，再加一点这个酱，漂亮的酱，哇，新鲜的 pumpkin 真的超好吃，这个我给你叉子，好，就是柠檬 ，so good。哦，那个香蕉的超好吃，我们现在吃看柠檬，哇，这个柠檬。你看这里面，好不好吃？啊，你看这个蛋糕哦，我们做只需要5分钟是吧？对，很方便。你喜欢吃那个raspberry， 你放 raspberry， 是仙草放仙草，好吃吧 ？So good， 好像有很重要，而且你不要打得太久。太厉害了！你这店里面有卖吗？还是就是？我有卖，我们卖一整块的。好好吃哦！哇，太谢谢你今天呢，让我们到你的店里去，又到你的家里面来打扰，还让我们看了你这个。欢迎。It's so good. Thank you so much. 我的 pleasure and enjoy. 希望你们有机会自己做自己做蛋糕。Just 你需要的 recipe 的 website， 他们都会给你。太好吃了 ，It's so good. 啊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知道到这个 Sweet and Savory 就吃得到了，我们马上回来。